这个功能，我坐在这里吃面包啊。刚才干完活了，吃个午饭。工地上干活这么辛苦，中午就吃这个，能吃饱吗？我不就是吃口面包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是工地的老板。我今天啊来视察工作，看到你在这吃面包，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工地的伙食不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从来没见过你，所以不认识你，实在抱歉。没关系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吃面包了吧？是不是工地伙食不好？不是，工地伙食挺好的，是我自己想吃面包。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菜不吃，要在这里吃面包呢？因为我没钱，所以。没钱？不可能吧，据我所知，工地每天都发放补贴，一餐5块钱呢。你每天工资至少200多，怎么会付不起？不是付不起，吃面包是我自己的原因。那你可以告诉我原因吗？我家里的老父亲1年前得了重病，这一年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治疗，为了给他治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但是不久前我父亲还是去世了，走的时候还欠下很多债务，还有一件衣服。为了还债，我每个月拿的工资都拿去还债了，所以。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为了还债还省吃俭用，现在很少有像你这样了。从小我父亲就教我一定要诚实守信。你父亲真是一位好父亲，把你教育得这么好。我也很感激他，所以我一直把他的衣服带在我身边，每当我一披起他的时候，我就能感受到父亲的关爱。这件衣服是我父亲生前留给我的，他说一定让我好好保管。这件衣服可以借给我看一下吗？一件衣服有什么好看的，这真是。你知道这件衣服它的故事吗？衣服还有什么故事？我只听说这件衣服是他的一个朋友给他的，只是临终前要我一定好好保管着。我知道这件衣服的故事。我都不知道，难道你跟我父亲认识？我跟你父亲不认识，但我却知道这件衣服的故事，是我父亲告诉我的。这么说，你父亲跟我父亲认识？这说来话长，你父亲和我父亲，他们不只认识这么简单，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当年你父亲和我父亲同在一个工地打工，我母亲生病没钱治疗，你父亲知道后把自己的工资给了我的父亲。当时大家挣的都很少，家庭生活也都很困难，我父亲说什么都不肯要，但是你父亲说生病必须得治，这钱就算借的。我父亲非常感动，就把这件衣服给了你父亲，我父亲说将来好好报答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么多年我父亲从来没有说过，没想到这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。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找你的父亲，可是一无所知。我父亲临终前叫我们一定要找到恩人，好好报答他。如果我父亲知道了，应该会很安慰。很高兴今天能遇到你，看见这衣服，找到了当年恩人之子，也算是了了我父亲的遗愿了。这也算是巧合吧。这卡里啊有10万块钱，你拿去把债还一还吧。我不能要你的钱，这钱我会自己挣钱还的。这钱本来就是你父亲的，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，你拿着这钱也是应该的。那也是由我父亲决定要不要，但是他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了，我不能替他做决定，所以我还是想靠自己努力工作。那好吧，既然你执意不要就算了，不过我有个建议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什么事？这个事啊我不能做主，
但是我是工地的老板，工地的事啊，我说了算。我想让你做公司的经理。可是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只要善良肯学就行，我相信啊，你一定可以做好。谢谢老板，给我这次机会。没事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。小静，你说这是我们俩去，大哥能把钱借给我们吗？我觉得大哥应该会借的吧，他从小对我挺好的。走吧。小静、小雅，你们来了，快进来吧。你俩慢坐吧。嫂子，我这次有小雅过来呢，是想找你们借点钱的，不好意思坐。哎呀，坐吧，坐下说。都坐下来说吧。小凯，这事怎么办呢？小静，你们想借多少啊？哥，嫂子，我们俩想借20万。我们俩想自己创业，开个小型的五星店。大哥、大嫂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我们赚了钱啊，一定会尽快还给你们的。啊，对。思思，这是你做主吧。哎，小静，你们能有这个自主创业的想法，倒是挺好。但是你们俩有没有想过，这做生意可是有赔有挣的，有一定的风险。对。你万一挣不到钱怎么办？你们拿什么房啊？这一开口就是20万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要不这样吧，要借呢也可以，你们啊给我写个欠条，然后啊把你们的房子押给我们。如果万一你们还还不上，我就卖你们的房子。这年头啊，借钱就这么回事。亲兄弟还明算账，先明后不争，对吧？什么？大嫂，你要抵押我们的房子啊？行，嫂子，我就不信我跟小雅努力工作还不能把这钱还了。那好吧，就这么说定了，钱还不上啊，就卖你们的房子。到时候嫂子可不会客气的。哎，你说嫂子叫你去吃饭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不知道啊。不去看我们这段时间赚了钱，想把钱要回去。可能吧，毕竟大哥大嫂借钱给我们借这么久了，这做人啊得讲诚信，是时候该还了。我说了不还吗？卡我都拿着呢，快走吧。大哥、大嫂，这卡里面啊有20万，我们想把那借条换回来。真的不着急。嫂子，能不急吗？我们那房子可还压在你手里呢。小江，你看是这个。就是这个。哦。嫂子，你怎么把借条撕了？小雅，你看见了吧？你嫂子啊，都把借条给撕了，这卡你们就先收着吧。哥，嫂子，当初你们可是说好了，你借钱给我们，我们写欠条把这房子押给你们。当初我要是那么容易把钱借给你们，就怕你们不珍惜，不去努力打拼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嫂子这招啊，就叫激将法。小雅，这钱你拿着，这五金店刚步入正轨，需要资金周转，我和你哥暂时也用不着这个钱，等你们挣大钱了再把钱还给我们。对，你们先用着吧。哥、嫂子，谢谢你们。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呀。